哈，人生第一次，四件黄金风衣组队。哦，嘿，够拉风吧？看来这把必须吃鸡了。好不容易把我录个片段开黑，上来就把衣服脱给我，哎，怪让人害羞的。明明是你求别人给你的，也不是这个意思啦，主要是我有个想法，嘿。嗯。看吧，其实我还是个好人，造福队友一人一套。这么大风的队伍啊，那必须开金色玛莎才配得上。走，搁咱们村 4S 店瞅瞅，有没有豪车偷一辆啥的。我晕，这二号大哥吧，一看就是第一次穿风衣，关键时刻挂机了。估摸着正疯狂截图发朋友圈炫耀了。哦，回来啦！哎，快，历史性的一刻，赶紧来合个影。奔奔，你的风衣为啥和他们的颜色不一样？不会是假的吧？哼，开玩笑。等着，马上给你变成一样的。哇哦！看到没？不灵不灵的。等会儿给蓝胖和小莫一人也送一件，走吃烤鸡了。真香，哎呀。